姨好，姐姐好。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赶紧走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住手！我的东西！你干嘛呀？你让我东西干嘛呀？哎，爸，我不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回凤岭，赶快凤岭。他是谁啊？他是你跟小三生的那小孩吧？你我妈她不姓三，她姓孔，她叫孔妮。孔妮，他不懂，你跟他说清楚，他妈是不是小三？孔妮是不是小三？不愿再听到这个名字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工作室还有好多事儿，我忘了，我就先不跟你吃了，我回去处理事儿去了。过去的一夜，能不翻就不要翻，翻落了，灰尘会迷了双眼。你姐什么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没找到机会给她。我会给她的，我今天回去就给她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回去就给她。不用。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